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金二代手柄的安装啊。首先，我这个主板的焊孔我已经清理干净了。清得非常的干净，然后这个传感器我们要先把它拿下来啊，拿下来放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摇杆，摇杆我已经提前处理好了。好，现在将操纵杆放上去，摇杆放上去。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，不要垂直的放上去。其实这个操纵杆呢，摇杆呢偏一点最好，让它偏一点。哎 OK， 偏移一点，这样最好。对后面的点进行焊接并临时固定。刷一点焊油啊。我们需要反复拿起来确认偏移的角度啊，让它偏一点啊，这个方向往这边偏。OK， 现在将操纵杆拿下来。用剪刀剪掉多余的部分。
它由圆孔剪成半孔。其实先焊接固定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将驱动板压平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要高于这边的，要有个倾斜啊。然后开始焊接固定点。同样的，咱们处理这边。这边呢，你看啊，就完全齐平。这边呢是略有倾斜，往这个方向倾斜一点。你懂了？你懂了？
好，焊接固定点。OK， 我们现在焊接中间孔。这里连上了。这边要困难一些。
尽量使用这种尖头的。OK， 现在确保上下层连接一起。现在我们剪掉多余的管子。Thank you.
导线。你是先拍后面讲解噶？嗯。还要剪，对不对？嗯。
回来，英姐，我吃饭了。拜拜，拜拜。OK， 我们先试一下装上机是什么效果啊。
Yeah.